这个白沙屯马竞选来回銮安州，啊，咱个时间煞进前一丝丝啊，来看这个白沙屯马廖敬进乡的上尾啊一天，当这个銮桥回转来到庙栗的通宵，路边有一个太太带伊个囡仔，帮伊中风的翁婿向妈祖来祈福，跪伫个涂骹是一直来磕头，甲这个下头是磕甲翻红烟花，结果妈祖的銮桥随着划过，直接就跪伫这个太太的身躯，跪一分外。这规家伙啊，就亲像感受到妈祖给因揽条条同款，真激动，双手合十来痛哭。妈祖慈悲，嘛予在场所有的人目屎干目钱。白沙屯妈祖銮桥转到通宵，一个乡亲在咧欢迎，是讲路边有一个女性跪伫涂骹对銮桥一直磕头。銮桥雄雄刷过，直接我伫个身上，敢若是你听伊个祈求。这个福建人情绪真激动，双手合十，一直哭完的时候，带囡仔来为中风的先生祈福的，一直磕头，这个额头拢磕甲肿起来啊！妈祖对男主人的三裤四裤跪个伙啊跪地感谢，乱叫这个时又搁挖过来，都袂输是你甲因安慰同款。妈祖乱叫主动去挖信徒，搁停留伫因的身上分外钟，这画面感动在场所有人。白沙屯江天宫妈祖进香，进入最后一天，乱叫回到江天宫的所在地通宵镇，热情的通宵民众甲虔诚的进香队伍，拢集中伫省道第一号线，现场共计超过200,000人，因为大家拢戴这个蛤蟆色的帽啊，为空中一个看，第一号线未输是一条蛤蟆色的大溪，真壮观。乱叫伫下晡队回到江天宫，结束九天八暝进香的活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